鱼香肉丝是四川省的一道特色名菜，由民国时期的一位川菜大师所创造。鱼香肉丝称为具有鱼香味，所以叫鱼香肉丝，但其味并不来自鱼，而是来自泡辣椒、葱、姜、蒜、糠、盐、酱油等调味品调制而成。下面开练鱼香肉丝，一定要选肉猪里脊肉，片成薄片，切成丝儿，切猪肉一定要顺刀切，盐、少许的味精、白糖、胡椒、黄酒、少许的老抽，加点湿淀粉，先晾一下锅，热锅凉油，加点清汤、盐、味精、白糖、胡椒、黄酒、陈醋、老抽，搅拌均匀，把肉丝煸出来。煸肉丝的时候多放点油，这样的话肉丝会松软。多余的油再倒出来，这个时候放辣椒、姜、葱、蒜，少许的豆瓣酱，煸香后放入配好的料，煸香后放入调料，一道鱼香肉丝好了，出锅，淋淋油。是鱼香味。快乐生活每一天，每时每刻在身边。